咱俩都答对了。我剪头发了，我剪头发了，我剪头发了。你去修了一点点，今天无声胜有声。也是可以啊，那我就闭嘴追，那我要闭嘴追。我剪头发了，我开玩笑的，真的吧？大家新年快乐！阿凡看过今天的花絮影片了吧？看了啦！啊！可是其实跟现在没有差很多，我就是戴了个眼镜嘛，是不是？我猜有个是我变得更喜欢阿凡吧？呜！饭店突袭很有趣，我跟你们说，我一点都不意外。你感觉很好，而且躺得大爷，谢谢。我就这样躺没什么，超笨。我超级无敌淡定的。但林一看到什么，我有穿裤子，没礼貌。他以为我没有穿裤子，所以我才一直盖着棉被。我有穿裤子啊，对不起啊，我有穿裤子。我很专心在做进度哎，棒，本人棒，感觉大家都不是很惊慌。我觉得问老型仔仔，就是早就猜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很冷静的确认了，有穿。哇塞，听说明天更冷了，不要，好冷哦！我这次我不要，我今天只是出门剪个头发，然后我在路上一直抓着我妈，然后我刚刚也是，我就一直窝在被子里面，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妹妹，你要直播了，不要，我不要离开被子，我不要。”头上那个是什么？头上这个是长肿瘤，不是，我开玩笑，我是这个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哈哈，我就是拿了很可爱的夹子就夹上去，好，没事，我现在看起来正常一点了。肿瘤，就是那个啊，你有没有看过吗？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我就只夹一颗出门，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这样远远的看一下那个，就是卡通里面人家不是揍你一下，然后你头上就会肿颗包，就像这样。你可以被子中直播，我不介意。那我要去搬我的被子来了，大家晚安了。然后那个坐下去会肿一包，长这样，居然真的，不要。是的，是什么玩笑？戳戳你，两颗不就被揍两拳？对，我刚才会这样子，揍两拳，然后就会这样，这有事啊。原来是耶大熊吗？我哥说我很像大熊，因为就是我跟你说，我是就是坐到车上，如果那个车子的座椅很舒服，然后我就会立马开睡，而且是3秒钟开睡的那种。然后就好像前两天吧，就是因为最近过年嘛，就每天都出去逛一下街，然后我坐在车上，然后我哥就在那边主角。已经睡着了，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讲说我是大熊嘛，因为这是3秒睡，就是上车才3秒钟，他就不见了，意识远走。可爱家又要注意保暖，谢谢右行 ，Hello 光荣，今天好多新同学，哈哈哈哈佛，哈哈哈哈佛大学，
我这样乱念大家的名字。Hello， 贝贝，贝贝，你好。不对，那应该是念贝贝吗 ？Hello， 卡伊，是我知道的那个卡伊吗 ？Hello， 阿鲁法，谢谢你送的幸运四叶草，幸运四叶草。有人攀着住，不是，我是，叶大雄，野比大雄，野比阿潘，叶大潘有个难听，有够难听。Hello， 冰心品燕，上回吃完汤圆头上就长出来了，对，这么开心耶，吃什么头上就长什么。我昨天吃了一堆菜，明天开始就长菜，等我两天，等我消化一下，喂。我开始射线化了，对啊，你会变阿法、贝塔、伽马，然后就会变磁石战士。不对，这是咸蛋超人。阿潘，请跟不认识的叶大潘道歉，叶大潘，对不起。吃汤圆，补汤圆，什么时候长香菜，你们就知道我这辈子都不会长香菜。Nice， 谢谢本神算说爱你哟。然后我这几天都有戴口罩出门，你们有没有戴口罩出门？没有戴口罩过来打屁股。长菜要是香的不就在不臭的臭的。姚生日快乐，对吧？今天是姚生日对吧？是吧？是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等一下那个背景音乐会把我带走。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单就没有没得多，我不会其他语言了。生日快乐 ！Hello， 亚当，亚当。对不起，我没带钱。阿潘打我，不要，不要打你，打你就称心如意了。看，没有戴口罩，过来排一排，阿潘揍你一下。然后你等到你排到之后，我就会讲说：“你也会揍你吗？揍你就算是粉丝福利了，不给你。”不是，不好意思，今天阿潘有点三八，我觉得冻到脑子坏掉，太冷了，冷到那个脑子坏掉。什么时候可以被揍？阿潘，你们周六最好也戴口罩吧，没事。坐起来，你们这些抖 M， 你们这些抖 M， 你就那个、啊、那个雨喵在那边，雨喵在那边，就是看到主子就要说，然后你们就在那边踩我，然后我就在旁边那边指正，你们这些抖 M， 就是你们这些抖 M。我戴口罩出门，赞，请不要慢，怎么写工作能避免就要避免。好的，我们会注意身体健康，强壮强壮，我是健康好宝宝。你们好，明天，明天可以踩肩奏吗？那你先趴在地上，不是我开玩笑的。Hello， 干旱，你很久没有来，干旱。我的皮肤都已经干到冒干汗，也不是这样讲，好奇怪啊！我最近头发很干，然后我今天去剪头发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剪头发阿姨就帮我吹头发，然后这样拿起来，然后就吹，然后头发就因为太干了，然后静电，然后全部扒到我脸上了。Hello， 莫喜海。我到现在还买不到口罩，我记得好像今天开始就有口罩，然后每个人限购三个。干到冒干汗，不是，好像不是这样讲，对不起，我真的冻到脑袋坏掉，扒在脸上，对，很好笑。他就边吹头发，然后那个头发全部在。谢谢干汗送我掌声鼓励 ，Hello 詹美丽，我今天要乱念大家的名字 ，Hello， 嘿、hey。这是要念日文还是要念中文？嘿，我就叫你嘿。Hello， 吉娜，你可以边唱边接。model， 你说唱完那个 Happy Birthday， 然后后面 model 不是这样，怎么叫乱念？就是
匪谍哦，像这样。好奇影片晚餐是谁的？那不是晚餐，那是点心，那是地瓜球。地瓜球有没有听过？就是我最喜欢吃的，这就是地瓜球。那就变 number one 了。怎么感觉今天刘海柔顺？因为今天去给人家洗头，还剪过头发，所以现在看起来非常之柔顺，就是一个柔顺的阿潘。平常那个什么炸毛，那谁啊？竟然只是点心凌晨两点，没有，他们来的时候还没凌晨两点啦。他们每一间都有去呢。啊，提到了，我要梳刘海。可是我觉得平刘海有一个强迫症，就是我只要看到刘海被吹，我就会想梳它。哦，好了，好整齐哦，哦，心情好。对，我强迫症。Hello， 小姐姐的传说。Hello， 云云。Hello， 请苹果。对不起，我今天讲话那个口音有点怪怪的。我想要看到八方。对啊，我们有吃八方。对不起。八方下面盒子哪家没看过？哎，我不知道哎，我不记得了，那个很久以前的事情，我怎么会记得的哎？阿潘，这次阿潘三张在229。好的，迷雾。我们二九见，你是突然的响音，不是这样子，我只是想乱念而已。Hello 阿米 ，Hello 小白兔 ，Hello 撞山撞山蔡雅恩，撞山撞山蔡雅恩看起来像那个猎人的标题，撞山撞山蔡雅恩，这种感觉。还有声音什么？傻豆的朋友，不是这样。这是时光回溯吗？怎么看起来像高中的拍？谢谢，谢谢，我返老还童一波，谢谢。原本是三岁拍，现在今天大概只有一岁。姐姐，我今天是一岁拍，刚刚几周都要睡觉，我也不知道一岁后不会讲话，也不知道一岁是不是这样讲话，都大概是这种感觉。阿爸家在家自己，但是怎么都低，很低过啊！这是咬到嘴抖动啊！我知道很大的都低。阿爸你好，你 IG 影片真太厉害，求求握手，什么都不要准备，没错，没错，阿米，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只要跟我说你是阿米，所以你的阿米是那个 Army 的那个阿米吗？一岁左右，咿呀呀，对吧？咿呀呀呀呀呀呀呀！我等下会被一堆人，就大家都要离开直播间，想说这直播组发生什么事情？这语言能力神通等级，对啊，开始玩笑，哎，我就一岁状态，你既然握手，然后我就会浪费你有一张握手券，然后跟你呀呀呀呀呀呀。啊！天天来握手，嘿，挥手，嘿。那妈咪有锤子吗？拜托不要 ，Hello， 玲玲 ，Hello，Happy Love。我今天全部都要往上敲，一岁收什么红包还来哦？一岁收红包要买奶粉啊，这合理？可以这样握手还不错，你说这样吗？哦对，嘿。可以，嘿。Hello， 华为是这样念吗？昨天跟朋友看完那个 IG 影片，根本赞不绝口。这偶像太专业了。可是你现在竟然看到直播间这个阿潘，你会不会瞬间幻灭？然后昨天看那个是谁？Sorry， 这才是本体，有点呛，冷到有点呛。养了，好正好可爱。你说乱讲嘛？你说这样，那个灵眼啊，灵眼，对啊，那个灵眼，竟然直播出坑，就不要，不可以这样，你们都给我入坑，坑在这里，现在坑在这里。那身为一个阿宅，就是要做什么事，就是这样，啾。标准动作100分，这就是那个评分的时候，在旁边就这里有一个坑，然后我就身为一个仔仔，啾
进去之后，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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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边你好，我是 Miso， 不是乐乐科伯伯。不要啦，你进来不可以跟我说这个，你进来跟我说这个话，我就好像也不能怎样，我就是也只能对你偶一偶一。我就下面先帮你准备两个荧光棒，我跟你讲，就握手会那天哦，我就什么道具都不要带，然后脚边故意放两只荧光棒，然后米手进来，我又又因为你准备的粉丝福利，谁知道前面有坑还往下跳啊，仔仔啊！跟影片的形象越差越远了，对不起，那个我冷静一下。等一下，可是用这种方式很难说，不要啦。那个是灵眼啦，那个是灵眼。那谁？那不是阿潘，那是谁？帮他取个名字，那是谁？颜色不要切错，我们外面也会一起交给你们了，不是超贴心的专属福利。会不会我没有带荧光棒，然后就米手进来握手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后面一整排粉丝，然后站在列外，然后全部在那边，然后米手他就是面对我，他就不知道列外发生什么事情，后面就一排，然后拿着那个王剑盾。这不是我一开始认识阿潘，是啦，小啾，阿潘就是，大概是多重人格，没有啦，开玩笑。阿潘大概是有点精神错乱，不然你上次看到那个包租潘，难道就是你认识的阿潘吗？难道那个奇怪的东西才是你认识阿潘吗？我为什么会记得带，不要带了。然后你就只会笑不会说话，对 ，Miso 的一张卷就被我浪费来大笑。我一定要花一张卷去讲那些话了，真的吗？那我要讲什么？包租婆比较熟悉，才不是。不要认识那奇怪的东西。那什么包租潘，我还看到有人在那边剪怎么一遍啦？那什么鸭皮啦，吼，要修档。对仔仔来说，坑不是跟大货车一样危险的东西吗？这个比喻也是蛮强大的。Hello， 阿贵仔，阿贵仔，这次我一定不会浪费我的两张卷。没剪那段话，怕怕我找艾娜娜来玩。艾娜娜，谁啊？剪得好，不就是你吗？不要自己偷。村长真是哎呦要求我怕哪会汹涌就这样啦，我怕洗到这么古锥就这样给我，气死人。我化悲愤为力量，只好用力的掌声鼓励，气死人。这发型好像更适合包租婆，才不是。哇，铁臂人家好萌，你好，特效会把你的包包吃掉，很伤心呢。放弃抵抗了，高追，我高追高追。我今天原本是想来唱歌，但我现在突然不知道要唱什么，害我都不知道要唱什么歌了啦。然后好像有人在问说我的。KKBOX 有没有续费？我没有续费啊，为什么？等一下，我的键盘是在，是哪一位？是哪一位？你为什么自己一直按我没有按啊，他一直帮我打好奇怪啊！可是看起来没事啊，朋友，他一直帮我打，我退掉之后，然后就跑出来我退掉之后，他又跑出来，哎呦，要求我借你那下拢自己都造出来，伊都无力出水啊。好吧，我按个 Enter 看会发生什么。我按了二之后跑出来都不是 Enter。拔掉键盘插座，没有，这个是没有插座的。
这个是无线键盘，我用很多年了呢。还是那天被我哥哥用玩过跑跑之后就坏掉。哦，一定是他啦！他把我键盘弄坏哦，我用这么多年都没事哎，一定是他的锅。哦，我发现一件不好的事情。哦不，我都没有动过，它融化了，马西哥哥说他要换新电脑，然后他还在说可能这台桌机要换新的，就交给他了。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反正他看不到，反正他不会看我直播，随便乱讲话。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年终奖金。阿潘艾娜娜是推谁的？推娜娜谁的骨？孩子，你为什么不先拔掉电池？因为它融化了，我不敢碰它啦。哎，它按的键跑出来都不一样哎，一定是我哥哥弄坏了，还是我去按到仓颉？没有啊，我没有按到仓颉啊。他先清一下，拿卫生纸拔掉吗？是呀的，清新就能用了是吗？是这样吗？隔着卫生纸耶，呀的，呀的，过年叫你要换新的了，哥就是他。一定是他玩跑跑对我的键盘太暴力，所以我的键盘不开心了。我用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出事，他自己按了好多键，好可怕、哦、我的键盘猪键盘，你看他融化了。哦耶，哦耶，哦耶，做啥？四号电池啊，好恶心哦！啊，拔不下来啦！妈的，我可以，你可以下来，乖乖孩子，这是你最后一项工作了。寿终正寝吧，你这辈子已经贡献的够多了，可以下来了，真的可以下来，不用这样加班，下来啦！他妈太晚了啦，你退休吧，你可以退休了，虽然没有什么失业救济金，可是你可以下来了啦，真的，我跟你说哦，就是啊。你已经做了非常多贡献了，非常谢谢你，真的谢谢。哎，他听到没有失业救济金，他就下来了，他是不是很伤心呢、啊？他下来了，恭喜啊！退休了，退休了，换另外一颗，这擦一擦就可以用了吗？真的可以用吗？不用换键盘，也不用换电脑吗？可恶，我以为我的计划会通的，我以为我可以趁机换电脑了。轻键盘偶像，先擦一下坏心的试试。好，谢谢我的技术人员，你们好专业哦。这样就可以了吗？看街头有没有生锈？没有啊，没有生锈，很银，是银色的，很美丽。我看是没什么大碍。
这个病情不严重，还有救，还有救。没有到锈蚀，这个病情还好啦。我刚是看换电脑，神器铁锤，真的吗？看起来没问题，没问题呀、啊，看起来好，一定是我哥的锅，就是他啦。可是我不会大家的名字，我通常一个不开心就会大家的名字，现在不来面对了。哎，电池嘞？寻找电池的偶像，各位寻找电池的偶像，我第一次看到，没错，就是今天。如果你没看过，现在让你看看。三号电池，这是三号吗？真的是这个吗？可是他画两个 A 而已，两个 A 跟三个 A 应该不一样。我怎么觉得不太一样？怎么开啊？哎呦，打不开。哦，Help someone can help me。哦，开了，谢谢。嘿，嘿。等一下，哎，可是他画三个，哎，在哪里？哦，在这里，对不起。等一下，什么是红包雨？我每次看你们讲，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红包雨啊。可是他画三个 A， 我这只有两个 A， 那这个是什么？真的是这个，这太大颗了啦！现在红包雨，什么是红包雨？不对啦，所以这个是这是四号电池吗？十点个，两个 A 是三，三个 A 是四，妈就说是四号，我拿着键盘去找吧，就说是四号。自己妈妈，哎、欸，他我，哎、欸，这么笨的女儿是他生的，把锅甩到他身上，是吗？正负极是这样放吗？等一下，是这样放，我搞懂一下，我好久没有换电池哦，我觉得我有点生活白痴，对不起各位，这样就可以了，我再打一次，他有要理我吗？哎、欸，还是坏掉的、欸，还是坏掉的、欸。我按退掉，然后它还是跑出 error、欸。为啥？为啥？然后我按 error， 然后它开了奇怪的东西，这是啥？键盘的可解问题，那就卡键没救了。什么是卡键？而且我按每个键，然后跑出来的字都不是我要打的那个字，哎，还是输入法错了，大力揍他两次是吗？
一定是我哥的锅啦，他被他玩过之后就坏掉了呢。奇怪了。如果你有买轻键盘，心理准备可以敲两下看看。真的吗？45度角敲下去？你们是认真的叫我敲键盘吗？什么拆键盘？怎么拆？你们要做什么？等一下，你们确定要让我在直播做这么嗨的事情吗？我连这个盖子怎么装回去都不是很确定。那个插 USB 这没有插，这是无线的，这是无线的。物理修键盘，直播敲键盘就是这样吗？这样有救吗？我是不相信的。那我 calling 没有还是没救啊？他没有理我的意思，不是有个搜寻的吗？一定有接收器，一定有接收器吗？啊，你是说啊？我好像知道，你是不是说那个主机后面有一个像 USB 的小东西？我从来没有搞懂那是什么，原来是啊，它是键盘的。当初这台电脑到底是谁组的，我都不知道，是这家伙吧？3C 拜词，我是3C 拜词，而且我还不然把自己的指甲折到了，痛痛。你以为无线是直接连电脑 WiFi 是吗？对啊。你在除了开机以外，为什么什么都不会？阿潘不会，会不会拔到滑鼠？我拔到滑鼠了吗？没有，我没有拔到滑鼠。后面讲都是键盘问题，无线不是哪不会？他不理我了，他还是一样。我不知道我在查什么，随便啊，他连 Enter 都不给我按，我好生气耶。气息狼，这什么东西啊？阿潘是3C 终结者，是，我是3C 终结者，其实是连到我家无线键盘，那你帮我打一下。我要敲膝盖，不是说要敲键盘，我敲了自己的膝盖，我到我的膝盖有点痛现在，但他还是不屌我，我不要理他了。敲桌子，敲桌子，你们会，等一下，可是敲桌子你们会吓到啊？怎么敲这样吗？可以，我敲了，他还是不理我，不要理他了啦，生气了，就是这个奇怪的键盘，他连 delete 都不给我按了，好生气哦。delete 可以用，那我刚在那边研究什么啦？ delete 还可以用啊，那我用 delete 就好了。哦，太好了，有 delete 可以用。那我的 Ctrl 还有救吗？没有救了，我连 Ctrl 都没有救了。哦耶！我连 Ctrl 都没用了。天天来了叫他修，不要。从物理修键盘，邻居抗议。我跟你们说，有一天早上，然后那个，不对，这故事我讲过，他真的不理我，他可以理我吗？他还猜了，
才然后我的键盘坏掉了，一定是那玩跑跑的人的锅啦。哦，就是他的问题，我不要用，我想办法不要用键盘，一定有不用键盘就可以完成搜寻歌词工作的方式，一定有办法不打字，我还送给你。快来吧，快来按我家电铃。记得我住三楼，不要按错楼。怎么不用键盘查东西啦？有萤幕小键盘那什么东西？可是跑跑很少用到这个键。可是上次我哥在玩跑跑，就一直嫌我的键盘不好，然后就一直很用力的按。不是有萤幕小键盘？萤幕小键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我没有键盘，你没有键盘，那你怎么？哎，对，你是用笔电的。Hello， 林鸿生。Shift 没有反应了 ，Shift 按出来会变成音量键。Hey Siri， 不是，玩跑跑键盘灵敏度有差。什么？你不知道萤幕小键盘？我不知道什么是萤幕小键盘。什么是萤幕小键盘？我到底会什么啊？曾经阿潘以为他很会用电脑，事到如今阿潘发现阿潘什么都不会。我怎么不会？我以为我会耶。可是，哎，你不能叫我按 Ctrl，Ctrl 也不会动啦。对 ，Ctrl 也坏掉了。我试试另一颗 Ctrl， 另一颗 Ctrl 好像可以。什么 ？Ctrl 加 Alt， 加逗点，逗点在哪？他不理我啦！他不理我啦！对，输入法切换键，哎呦，哎呦，出现了，哎呦，这什么？符画符，手写事变，它是叫我写字的意思吗？好酷炫哦！我偏不，不行，我要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不要理这键盘了，太好笑了，为什么我键盘突然出这种事？我决定不理他，继续我的直播。妈妈拆键盘，不，不要拿键盘来啦，不用啦，叫他负责，叫他花钱买键盘，他弄坏了他的年终呢。明天有事做了吗？我根本不知道明天要干嘛，看来我知道明天要干嘛了。现在哥哥家去买，他没有桌机，他只有两台笔电。对，他有两台笔电，我一台都没有，然后还弄坏我的桌机。对，他还弄坏我的桌机。就是我哥，没错。明天开工，我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了。等一下看 Dora， 就等等拿了一个键盘，然后不会用，我不会用啊。现在就去拆他笔电的键盘。你是说就拿他笔电，然后这样摆一摆？你不要再打字节，气，气气气气气。不行，你们不要去买键盘，但是我要去买键盘，我也不一定会在那个地方买键盘。搞不好我哥明天，我哥明天要上班呢，那好像不能去了。他不能去就没有用啦，他要付钱呢。我要结账的时候，他哥。等等，那你为什么不拿他的笔电来放歌就好？因为他的笔电一台很老，然后他说就是他都用那台笔电，然后另外一台是公司的，所以不可以用。可是我跟他借过笔电做报告，
因为有一天他说他要用我的电脑，对吧？很奇怪吧？他有两台笔电，然后他要用我的电脑，然后我就只好，我就很屈就哦，我就拿他的笔电来。就那时候我那天晚上12点起来交一个报告，然后我就很赶，然后那报告又很难，我就跟妈说我好难，我不要打报告。然后就在那时候，我哥竟然打电话跟我说：“喂，我回家用你的电脑，把位置让出来。”然后我就要搬他的电脑来，然后我用他的笔电，就打报告打到一半，然后换成他的笔电，然后继续打我的报告，然后他就用我的电脑了，超奇怪，很奇怪，对吧？他是不是有锁门？没有锁门，什么什么？总之就哥哥的锅，就是他，很奇怪。桌垫的功能比笔电好吧？键盘打字速度就赢一截，是吗？然后他从那天开始就一直在嫌弃我的键盘。跑跑就从那时候下载，没有，他跑跑已经用我电脑玩很久了，就是他早晚跑跑就会，就是有时候我放学回家，然后我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房间有人，就是我房间灯是亮的，然后我就想奇怪谁啊，然后就一开门，然后我习惯性就是习惯性会去按一下灯嘛，就有一次按灯，然后按下去，然后听到一串国骂，原来是我哥在我房间玩电脑，谁知道啊。因为我通常就是放了包包之后就会去我妈房间混，然后我就很习惯性，我想要不管了、啊，把灯关掉，把房间灯关掉，然后就关掉之后听到一串国骂。韩哥乘坐高速公路单挑啊！他上次跑到一张他不会跑的。他说你行了，现在在国外对不对？讯号还好吗？还是你有回来过年？汤哥很会，超好笑。伟林，你同学怎么没有来？桌机跑游戏比笔电速度快。对啊，所以他都跑来我电脑，就跑来我这里玩跑跑。连我弟都想来玩电脑，超奇怪。他们都很奇怪，他们自己都有电脑，然后都要来我房间玩电脑，到底有什么毛病？明明我在电脑是最老的，然后要来我房间玩电脑，奇怪。绿改车开飞虫，他前两天在骑一只毛笔，什么东西？做啥？就是他啦！干嘛？不要，我不要键盘了，我不要了，不要键盘了，就是他，我要把那个键盘拔给他，气死我！你去修，你很奇怪，你用上你再自己修，你拿去自己修，你有没有拔掉？等一下，为什么我只有拔壳？完蛋，哥哥，等下要标我串国码。哎，这好可怕哦，这拔下来了吗？要求它是解体的。在哪里呀？阿潘直播跑成高不行，哎，我不敢玩跑跑，我玩跑跑都会一直啊，因为我不会玩。一直主播最近没有去盖枪吗？上次看你跑高速公路蛮顺，你说这样吗？
都找到。各种坏掉，哎，没事吧？等一下我检查，掉下来都应该没坏掉。等一下，好笑。改成拆房子要求我，哇，好好笑！没事没事没事，小事情，这小事情，没事没事。对，没事没事，大家不要惊慌。没事，你拆房间早讲了，也是哥哥的锅。不行，这个又推给哥哥，我等下就被他揍。电脑可以换电竞主机了，你要给？帮助我的车祸现场，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叫没有缴那个叫什么？没有缴房租，我要来拆房子。拆房间需要帮忙，早点说。可以换房间，不要！我没有要拆房间，可是我烧快死掉。嗯，对啊，我在国外，明天有更多事可以做，明天越来越忙了呢。是艾丽送的幸运四叶草，没缴租直接拆，为什么人没缴房租要拆自己？不要问我。这个包租婆脑袋怪怪的。Hello BC， 这里有专业代拆 CD、拆序号、代填序号、代握的，是怎样？每天要收心两天抓海了，一手装在看板上，装备大爆，今天找明天拆。阿凡看我头像，跟你说小键盘在哪？哦，真的假的？这是什么？我的滑鼠去哪了？不是吧？等一下，不是吧？哎，我刚拔的真的是，不是我刚拔的是，我刚拔的是滑鼠的啦。哎，我真的拔错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真的拔错了，我只是想唱歌，错了吗？那键盘是哪一个？键盘是哪一个？我要疯了。今天直播怎么这么混乱？我的天哪！今天到底在干嘛？有个好笑。我知道2020的新年新目标什么了，希望这一年的直播都没有事故，然后就今年是出包。你是共用的吧？是共用的吗？这键盘怎么连不到电脑？真的吗？我以为是除旧布新，今天的主题是除旧布新哇！谢谢周同学，让大家有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看我拆房子。你的电脑没有 Siri， 没用过无线不知道。哎，真的，好像真的拔成花鼠的。哎，是公用的哦。现在是除旧部分的，很有过年气氛，对吧？结果就看看我爸给我哥了呢。无线的频率很多都是同频段，这下怎么办呢？没有用了，真的，好吧。
键盘拜，键盘拜拜，掉在垃圾桶里面没有啊？开玩笑，就不会让我好好看直播吗？等一下，我截滑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好难。放在哪里啊？这是接在哪里啊？这个图片我看不到哦。撞一下头发比较聪明，总不买一个 USB 延长线，其实前面就有 USB 孔，所以其实前面这 USB 孔也可以用吗？那我干嘛爬去后面？才刚讲就你这一卡车杀是一难派不是要逃，这个没办法。哎耶，有了 ，Yes。不管，我要把主题硬掰回来，我硬掰回来。有刚车祸时间点，我下班要回味一下。好哦，等一下，你为什么还没有下班？撞下头只矮0.5公分，糟了。先用后面比较好是吗？前后可以共用是吗？天哪，笑到忘记了啦，不要记得啦。不要记得啦，刚没有啊，刚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事故？不知道，没有啊。什么时候事故？开始装蒜。不行，我要硬把我的主题掰回来。完了，主播失忆了。你不是要召唤荧幕小键盘吗？不管了，可以唱歌就好。结果等一下音源线也出事，我就好笑。我不要乌鸦嘴，没事。音源线，阿弥陀佛。我的音源线，听话，音源线乖，不要让我今天修电脑修这么多次好吗？音乐是不是发抖音乐哦，有了，突然好大声。谢谢巨伟送的花牌，一进来就是笑得很开的阿潘，一进来就是在拆家里的阿潘，我今天一直拆东西哦。其实我这首也没有很会唱，我只会唱副歌。听说水逆的话，好像3C很容易出包，不要这样子祝我水逆好不好？可以祝你的小偶像顺利一点吗？Doki woki obsession, tingle tingle, tiddle do, satada da da. Mune ga hatsu kara, daily daily communication, happy happy papa. Samuki ate kanji atara, sukeki na conversation hoshi. Asta nani suru? Kyou doko iku? Kimi to hoshikatta ne. Kissed yo, convers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他们身上什么他们的想象，他们身上 communication。 君と私会いていたいのさ。大部分解冻做预备。Daily daily communication, happy happy Baba, some of the day. Sudeki dawa. Doki monkey conversation, tin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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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ku. Daily daily communication, happy happy Baba. Sudeki na conversation, fancy.さて手をつないでよ、こっちを心持ったから、デイリーデイリ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パラパ、分かっちゃったら素敵なキャンプセーションファンシー。カムセーショ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カムセーション、さあもっともっとシュシュ、カムセーショ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カムセーション、さあもっともっとシュシュ。这个 rap 有点快，之后不，没事，我也不会唱，我还没学会，我还没学会。我今天原本是想要唱一堆动漫歌，但我现在在没有键盘的状况下，有点不知所措。有点不知所措，所以到底怎么用呢？我试试看啊，你们说可以用，这是小小小键盘，诶，我会耶，诶，我根本是小键盘达人 ，L， 诶，它一个字就要按一次，我的天哪！等一下 ，Hello， 哦，哦，等一下，让我打第二个字好吗？没了吗？妈的，他只让我打一个字，是在 hello， 是在 hello， 妈的的呢？因为最近啊，你们都知道，不对，你们不一定会知道。就是 NANO 最近不是有去那个演唱会吗？就是九周年的 LOVE LIVE 九周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回顾一下 LOVE LIVE 的歌，因为很久没有听 LOVE LIVE 的歌，想说来听一下 LOVE LIVE 歌曲。呜，好大声哦，我调小声一点。找一下哦，爱してる万歳，找，你们知道我现在是怎么看 YouTube 的吗？是这样子脸歪歪的，因为刚好手机会挡住那个搜寻那一排，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子看。超柯南，超柯南，Muse， 找个歌词，確かな今よりも新しい夢捕まえたい。飛び出せば OK なら
望みは大きくね背伸びだけく叩く遠く眩しい明日抱きしめに行こう全部叶えようそうだよ信じるだけでぐんぐん前に進むよ君が答えなくていいんだわかるから胸に描く場所は同じ何度でも諦めずに咲かすことが僕らの調整元気の温度は下がらない熱いままで羽ばたいてく憧れを語る君の映らない瞳が大好き大好き默默的好像会唱一点点好像有学一点点舞莫名其妙哎，可是好像很少好像很少歌可以播耶他的 Snow Highlight 都不让我播有点伤心我想唱那个这个有点忘记怎么跳了可是其实 LoveLab 的歌都有在 KKBOX 上面上架忘记怎么跳了以前会跳的天哪天哪，好怀念哦，妙子。
捕まえてもっとシャイニーもっとチリミー楽しくしちゃうよ羽が生えて私の心は雲の上誘われて遠い遠い海スピード出してファー運動運動日差し浴びながら輝く思い出重ねようこのたった一度の季節を探していたんだ真夏のせいだよワンツーじゃ光のシャワーはじける気持ちがいいねいいよねうなずいてバケーション笑顔でワンツーじゃピカピカフェイスあげたい一緒がいいねいいよねうなずいてよ暑いけど暑いから嬉しく楽しいねサマーデータラタンタンタラタンタラタ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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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它都是短版的，呼呼。长版的我就真的不一定会唱啊！这神曲，神曲，等等我。嘿，贴上歌词，这是神曲啊！不思议的呢，今の気持ち。空から降ってきたみたい特別な季節の色がときめきを見せるよ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から予感に騒ぐ心のメロディ止められない止まらないなぜ届けて切なさには名前を付けようか素の晴れ想いが重なるまで待てずに悔しいけど過ぎて順序未熱の中ダメだってもダメだね飛び込む勇気にさせ守るかさ音もなく気配もなく静かに運命は変わる。呜，他竟然到这边就没了。不，等一下，神曲哎 ，Hello， 是在 Hello？ 不不不 ，Hello， 这是这应该是长版。哎，对，这对这是长版的。有了。これからの未来に胸の鼓動が速くなる例えば困った時にはすぐ駆けつけて抱きしめたくてどこにでもどこでも Fly high 急いでいつの間にか大きくなりすぎだトゥルーエモーション夢だけ見てるようじゃつらいよ恋人は君でいたい優しい目が戸惑ってる嫌だよこのまま一気に愛情預けてプリーズ不行後面真的要唱嗎這邊是果神欸
果神又开口了。届けて切なさには名前を付けようか素の晴れ所思いが重なるまで待てずに悔しいけど好きで順序未熱の中ためらってもダメだね飛び込む勇気にさせ間もなくスターザイ。宅一坡，今天莫名的就要宅一坡。然后我就是我这几天看的那个，就是看了新闻报道的影片，然后我就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把 SIF 宰回来。最后你们猜阿潘有没有宰回来？你们猜我有没有宰回来？阿潘有接触到水团吗？有啊。哇，欸，这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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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哈哈。有，我载回来，哈哈。All Star， 感觉有点养成，我就没有很想载，所以我把旧游戏载回来了，然后。我这个进度好像是50几等，因为我第一支账号有100多等，然后那时候手机坏掉，然后就没有继续玩。我才不会跳，我快笑死！夢の中へもっと知りたい感情の名前Don't stop my dancing. Let me do. 天啊，好怀念呐！这什么令人怀念的歌？可是我觉得 Love Live 的歌有一个很难唱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每一首都 key 超级无敌高。有啥歌可以唱呢？我想想。有没有 OP 呀？有没有 OP 呢？有没有 OP 呢？我在找寻那个 OP。Love Live Opening 的，因为我现在没有键盘，然后我就是很困难的这样一首一首慢慢找的状况。这个也是可以啦。叶いてみせる進むだんだん弾けるまだまだレッツゴーはいはい進めほらほらレッツゴー好宅哦な努力ガスを作るんだ今を愛してぶつかろうそんなおいでずっと一生懸命なんだよって語り合いたいなうなずいた君とどこまで走ろうが手待て限界しろ
たふらしいんだ。幸せになるため、新しい世界探しに行こうよ。迷ったらワンダフラッシュ、僕は輝きを信じて、遥か遠くの虹だけど、そう軌道掴んで、うーはい、だんだん心だんだん熱く叶えてみせる、だんだん進む、だんだん弾ける。みんな捕まえてやばい。なんでだろうね、不思議だよ。この時は瞬間のようで永遠のようだね。だ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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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したよ、小さな努力いつかスピン。一秒生きて一生懸命、息をつけて一生懸命だ。这边我不会唱。また気持ちを分かり合いたいな。君のどこまで待て待て走ればいいな。フラッシュみんな幸せになるため、我找不到歌词，超好笑，我找不到自己唱到哪里。信じて遥か遠くの虹だけど、いつか手にするワンダフルセッシュみんな、月の場所を訪んだ、巡り合う季節、新鮮な景色、胸弾むワンダフルステージ、僕が目指すのは綺麗な遥か遠くの虹だから、さあ出発だよ。うーはい、心だんだん熱く、夢いっぱい叶えてみせる、だんだん進む、だんだん弾ける、未来をしっかり見て、うーはい。羞耻，我找到我会唱的东西了。等一下，没有歌词。自分になってくよ、変わり続けれ、それぞれの好きなことで頑張れるなら、新しい場所が通るんだね。それぞれの好きなことを信じていれば、ビキニの笑顔で飛んで飛んで高く、今の中で
輝きを待ってる。不会找歌词。可能性感じたんだ。そうだ、進め。後悔したくない目の前に僕らの道がある。羞耻。这首我比较不会唱。Let me go， 今行こう、早く行こう、どこでもいいから、ダイヤを諦めて未来を招いてる。さあ行こう、君も行こう、進めてもらおう。熱い心、明日みんなおいて、もっともっと動いて、確かめたい力。 Let's go 自然、世界じゃない to I to I love。 まだまだ諦めない、 to I to I love。 元気に輝ける、僕らの場所がある。 Let's go Do I do I like you do I do I 不行，太羞耻了，一定要遮脸，真的太羞耻了，容我遮个脸。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歌词，然后他就这样一直放，他好像是官方 PV 集，然后我现在就是很努力的一直在找歌词，我觉得很可怜。小鳥たちもいつか空に羽ばたく、大きな強い翼で飛ぶ。諦めちゃダメなんだ、その日が絶対来る。君も感じてるよね、始まりの鼓動。明日よ変われ、希望に変われ、眩しい光に照らされて変われ。Stop。 悲しみに閉ざされて、泣くだけの君じゃない。熱い胸きっと未来を切り開くはずさ。悲しみに閉ざされて、泣くだけじゃつまらない。君の今を動かす力信じてるよ、だからスタート。继续努力的找歌词，我好像知道下一首是什么，之后快速的找。哎，竟然继续唱吗？高まる期待の中。さえも思い出にしよう、明日が咲くよ、希望が咲くよ、楽しいメロディー口ずさに咲いた。ダッシュ、喜びを受け止めて、君と僕つながろう。迷い道やどん底へ抜け出したはずさ、喜びも受け止めて、君と僕進むだろう。それは夢のだけど、彼方へと僕はダッシュ。这是三人版本，对，他竟然是三人版本，健轩
塔喽，圈圈。感觉我应该要去买麦了，是吗？咦，待て，これからのサンデー、待て。哎，我这首其实超不会，我这首很少听哎，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这首。他说 Nano 都会打 call 吗？我没有很会打 call 哎。就是 Live Live 的时候，我还没有学会打 call，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 call 怎么喊。想说明天当社畜之前，先看个直播再睡。舒服。想说，好啊，嘉轩明天要上班，加油，开工加油。我不会打 call 哎。我不知道怎么跳，我已经不记得了。いつの日だかな夜深夜の我の夜だな昼間の夜だなこの地面のパラマラパラマラパラマラ。那天谁才传吴用男的影片给我？什么是吴永南？什么是吴永南？吴永南是个什么厉害的人吗？面试的比较熟一点，我也是。我这对水团没有这么熟。突然跳个，这个，这首 Nano 应该会。这首算比较后期的歌啊。乾燥一つになる心だから、ここが私たちのネバーエンディステージ。不思議たくさんみたいね君と一緒に感じたいそんな願いに奇跡とチャンスがララララブライ素敵な出会いありがとう信じる力ありがとう勇気で明日は変わるんだねなんで今まで素直になれずにいたのミュージー聞いてよこれからみんなでこれから踊ろう Let's go 始めよう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またまたみんなで思い切り歌うよ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楽しさミラクル笑顔無敵そんな気分さ新しい夢見ようよ君と一緒に遊びたい手をつないだら未来へジャンブラララララララ这首不是万圣节，这首是 Music Star， 就是那个 Maggie 讲 Santa 的这首。六单香。もっと知りたい、私の思いを知りたい。Music 流れる幸せなメロディー聞いてね。知りたい、私の思いを知りたい。幸せをみんなであげたいみんなで踊ろう Let's go 始めよう怎么样转圈 It's a party 止まらない It's a party 終わらない続々集まれ掛け声で
って止まらない、いつだって止まらない、私のマキシム笑顔無双、そんな気分で。哦，对，那个脱群 1.0， 你说脱群 2.0 是指那个吗？是指阿古尔吗？阿古尔后面有一首那个 Water Blue， 对不对？那首人叫 Water Blue New World 是吗？好像那首是脱群 2.0， 对不对？虽然脱群 2.0， 这是脱群 1.0。你讲话跟唱歌的，跟紫原的声音好像，真的吗？就是声音扁扁的吧？可是我唱中文跟唱日文是两个声音。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まだまだみんなで思い切り歌うよ。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だってパーティー終わらない。楽しさミラクル笑顔無敵、そんな気分さないみんな、ラララ最高気分さ、ウェカンソン一つになる心だから、ここで私たちとね、ウェカンソン一つになる心だから、ここが私たちのネーバーエンディングステージ。ラララ。还有什么我会唱的？哇，哎，这我没有很会唱啦，但我很爱听。我水团里面最喜欢就是 Guilty Kiss 香爆。香到香到 ，Guilty Fever，Again I know。我不会唱啦，但我很爱听。现在脑子里都是奶糖扣，所以请去煮熟我吧。好啦，修，很香哎、欸，我觉得 Guilty Kiss 好香的，尤其是那个小林爱生，我很喜欢他的歌声。水团是 STU 吗？不是哦，水团是指 Love Live Sunshine 的阿哥啊。讲船吧，不算地下团，阿哥啊应该算地上吧，很常在上地上坡啊，我觉得真的是一堆宅宅用语，我觉得不是宅宅的人可能真的是会看不懂我这一台、欸、怎么办？哎、欸，生物男哦，很像沈宁吗？总之我真的很喜欢听 Guilty Kiss 的歌，很嗨。嘴巴跟爱人很像，这个今天的 report 交给我，交给你了，拿诺。
有机会可以安利一下，我觉得很棒，香。今天的直播精华就都是香香香香香。还有什么我会唱的？我现在在自动搜，就是那个自动播放那一列，就是滑下去看一下。那个叫什么、啊？就是我以前是很想出令甲，然后就是有一件衣服叫星空，就是大家都说那件是星座吧，我记得那件是星座觉醒，然后星座觉醒的令甲是我记得 UR 吧，然后 UR 就那套衣服超漂亮，我一直超想要出那套的。みなさん愛させて のがもう確かめたいのよ キューティーアイスで恋に落ちて シャドウシャドウ キューティーフィーバー 誰にもあげないの シャドウシャドウ キューティーフィーバー。星座都超美，对啊，星座系列的那个衣服都超级无敌美。然后我现在打开了阿古啊，之后旁边就全部都是阿古、啊，就是回不去嘞，就回不去 Muse 嘞，怎么会这样呢？哎，这，我看看，哦 ，Awaken the Power，Awaken the Power， 我转那个。前面那个超高音，我的天啊！还有什么歌可以唱的诶？默默的就播回来那个 Honey Works。只会跳副歌。嘘つき分かってるけど可愛いとか待ってたいとか諦めないの女の子だし潮らしく猫かぶりにワンダーショーしてない生き方は無限にあるお父さん下手なことは七七らしく猫かぶりにワンダーショー今じゃない人生生きよう。怎么感觉阿胖很嗨？对啊，阿胖今天宅一波，谁都不能阻止我宅。你有看找不到我会唱的，是要掰回来啊？我找到了。夢を叶えるのはみんなの勇気負けない明日へかけてゆこう。突然一个这很急的掰回来了。強い願い事が僕たちを導いてくれた次は絶対譲れないよ残された時間を握りしめてただの思い出それだけじゃ嫌だよ精一杯力の限り走るんださあ夢を抱きしめたら上を向いて世界が大きく変わるよさあ夢を叶えるのはみんなの勇気負けない明日
就一直在找歌词。夢の扉ずっと探し続けた と僕とのつながりを探してた。什么？下播时间不是都十二点吗？不要这样。Yes， 自分も信じて、みんなも信じて、明日が待ってくんだよ。行かなくちゃ。Yes， 予感の星たち、胸に降ってきた輝け。迷いながら立ち上がるよ。疲れた時に僕を励ます。君の笑顔は最高。そして少しずつ進むんだね。ときめきへの時はここにあるさ。夢の扉誰もが探してるよ。出会いの意味を見つけたいと願ってる。夢の扉ずっと探し続けて、君と僕とって旅立ったあの季節。青春のブロノーグ。什么？今天哦，明天开工，今天想要派朋友们加一点，好啊，没有来开玩笑的，不行。怎么已经默默的已经播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好快哦！啊，我也想做出来这首的，我超想出这个造型，但没有出成。これの瞬間を迎える時が来たよ。何も合わせ感じてるよ。光に誘われて歩き出すこの道は未来へと続いてる。誰でも可愛くなれる。きっとなれるよ。こんなの知ってさえも変身だからね。あげるよ元気、そのままの笑顔で歌おう歌おう。あげるよ元気、悩まないで夢を見よう。大好きなみんなとならば新しいことできる。生まれ変わろうからもっと光るがまずさあ明日が見えてくる。 Love me, love me。 我是领推啊，我最喜欢林江了。林江的夜晚夜落的哟，娘娘娘，不是吗？是吧是吧，是这样念吧？是这样念吧？宅婆，其实我原本准备的主题好像不是这个，但我已经很习惯自己突然变成另外一个，变成另外一个主题了，笑死！耶，老大哟！里面好像模仿过这个，我超喜欢李娘。想到动漫展的。我只是没有说，其实我也是领推。之前 TTP 有些成员不是有个对啊，李红皮李皮，
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掴めそうだよ。わあ、可愛い。空を目指そう、目指そう。我怀疑你入团前是不是有常跑地下场？没有，我从来没有跑过地下场，我从来没有跑过地下场。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跑地下场，但我一直都很想看地下偶像。我一直想看本物的，本物的地下アイドル。从来没有看过现场了诶。什么是地下场？我还没接触过。我觉得去了应该就回不来了，因为真的感觉是蛮嗨的。还有什么我会唱的？我在寻找歌。寻找歌，不是说我歌，我是说找歌。我好像没有解释到，我没有解释到，对不对？杰克文唱歌，欧大哥都会有，而且很近很嗨，对啊。什么 JO1 现场什么样？要是我好想看，等一下下播再慢慢欣赏。那个有点太香了，我现在在找我会唱的歌。奥特拉真冰哈都会啊，可是我现在只能用自动播放的方式慢慢找，不然我啥都找不到。天哪，这要怎么找才好啊？史上最可怜的找歌法。这里有吗？まだ夢に気づいたばかり。奥特拉真比亚多多过，でもいいかな、一緒に吹いてきます。あっ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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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特拉真比亚多。ど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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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这首超可爱的。其实说真的，我水团也有蛮多歌会唱的。切割的，它好像是切过去的。
它是剪 medley。シャイニーの走り出すこの気持ち、まっすぐに勢いよく君を探してた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なんて無理、飛び出そう。僕たちの中の勇気が騒いでる。いつもの世界が新しい扉を隠してるの。全部開けたいよ。ほら一緒にね、始めた My Story。 青い空が待ってる。夢を抱きしめて Jumping High。 それだけで明日へと進める。青春マシクラ、始まった時のときめき、ずっと大事にね。夢を捕まえに行くよ。どんなことがわかるのよ、わからないのも楽しみさ。后面也不知道切了什么歌，它就是一个 medley 的状况。哦，这首。嗯，其实我会唱的歌还不少啦。哦，我才不会唱这个。我才不会跳呢，我才不会跳呢。他为什么会跳呢？可是它都是 medley， 当我找到歌词的时候就差不多结束了，你知道吗？超伤心。这首不是水族馆。在打扣，哎，真的是当我找到歌词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唱完了，有点伤心。
ハーミングフレンドネクスト，其实还蛮多歌的，默默水团也出了很多歌哎。もっと何か探してどんどん外へ行こうな。やってみたら意外とハッピー見つかるもんさ。悩みながら笑われながらめげない負けない泣いちゃうかもね。でもいいのさ明日が見えてきた。夢を語る言葉より夢を語る歌にしよう。今を伝えられる気がするかな。夢を語る言葉から夢を語る歌が生まれるんだね。広がるこの想いは大好きなメロディーとつながりだよね。もう逃げないで進む時だよ。新しい場所へ Singing my song for my dream。 我就看他接下来要切什么歌，这根本就是挑战我反应力哦。言葉の魔法君をいつか虜になって、私をいつでも見つめて Please。 準備しよう、どんな言葉で好きが伝わるのかわからない。吐息なら熱く伝わるのに、一度だけきっとチャンスがあるの。いつがその時なの。捕まえなきゃ絶対あったね。もう恋への近道なんて知らないだけどね。Love me 幸せにしちゃうからね。もしかしたらこれが世界なの。愛の呪文。接下来要切什么歌？妖叔，哎，竟然是这首。I'm sad, shadow, shadow, guilty fever, 誰にもあげないの。Shadow, shadow, guilty fever。可是我不会唱这首啊，他放脸没有用，呜呼耶嘿。可是后面几首我好像都不会唱，糟了糟了糟了。怎么办？我要找到我会唱的歌。怎么的？有什么我会唱的？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我会唱吗？他让我剪过。啊，这个我不会。
みんなつながれ夜空を照らしに行こう。消えない消えない消えないのは今まで自分を育てた景色。消さない消さない消さないようにここから始まろう。月は飛び出そう。それは階段なのかそれとも飛びなか確かめた夢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寝てつぶやいたよ。大恩明天开工吗？大家都是明天开工吗？我在找赖服。哦，这首我会。不，あの子に私もね泣きたくてさ古いなと思ったよ。ちょっぴり意地悪だったな。言い方割ときつかった。今さら後悔してるけど遅いねごめんね。なんだか眠れない。今夜は眠れない。思いがずっと騒いでるって寝返り打ってばかり。大事な友達へ素直にならなくちゃ。打ち明けてみよう本当のこと。もやもやしてた私のこと。夜空はああ何でも知ってる。哇，妈的！忘れてしまおう歌ってみよう一緒にね。足りないそう言葉すら足りないすれ違って離れてしまったことが悲しかったの。ずっと気になってた。来念吧，我的剑雨哦，他刚也摔下去。わかってほしいと願う気持ちが止まらなくてきっと。傷つけたね。それでも諦めきれない自分のわがまま。今は隠さないから力を合わせて夢の海を泳いでゆこうよ。今日の海をどんな未来かは誰もまだ知らない。でも楽しくなるはずだよ。みんなとなら乗り越えられる。これからなんだね。お互い頑張ろうよ。どんな未来かは誰もまだ知らない。でも楽しくしたい。本当にみんなとなら無理したくなる。成長したいな。まだまだ未熟dreamer。好，我要来念榜了。呵，呵，加油，阿潘。嘿，今天第15名是灰象，哎呦哎呀！
再来，嘿啊！今天第十四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不要按掉。啊！打到门。十三名是酷哈哥，我要叫你空白，放心，我会帮你取名字的。酷哈哥要来找我、哦，啊！妈的！哎呀！好，第十二名是阿米，阿米，为什么要来找我？阿米，请问一下，阿米 ，Let's go。上面写阿神推阿潘，阿潘神推，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对不对？看你玩那个耶、yeah ！谢小啾，小啾最近很常来，开心。继续，我可以。等一下，我还没念榜，可是我等一下一定要骂这个人。第七名是今天的寿星瑶，你不可以因为你生日就把大头贴换成这种奇怪的东西，你不。做人不可以这样子，知不知道？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因为生日是寿星就这么任性，知道吗？别给我去把这个电话掉了，生气！哼，今天第六名是艾罗斯，希望你心情又好一点，艾罗斯。被阿潘疗愈。这奇怪的姿势我可以 thank you， 你说这个奇怪的姿势 thank you， 小 BB， 突然想起小 BB， 你们喜欢小 BB 吗？我觉得他很可爱啊。哎，有很帅，有气势，有用。今天第四名是本娃。以后再来看我本王，本王身体要注意哦，多休息啊，本王，帅不帅还知不知道？阿潘有人不想神推你，谁？是不是阿力？出来攻啊！出来攻啊！哪有？索雷，独立。你为什么不舍得我阿力？
戳爆你，谁谁敢不死推我，戳爆你！谢本王送的 kiss 啾啾，爱丽丝你，撕你！等等，好，继续。给我死！呵，啊！烦死了，果然不能立 flag。嗨，今天第三名是本神太，谢谢本神太。开工，加油！干杯的，干杯的。二三四五，注意时间啊！等一下，我要快。冷静，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Yes， 第二名是撞衫，撞衫这样。不好意思，我用奇怪的名字念了。这样撞衫，撞衫这样。这样感觉我很有气势。以后要常来看我哦，虽然我没有面面那么有元气，然后每天都状况都不一样，有时候很闷，有时候很可爱。谢谢，我都自己说。要常来看我，为什么那么嗨？因为今天都在听仔仔歌，现在也在听仔仔歌。有 LOL 邪教就有力量。我等一下，等一下，好，交给我，我可以的，我可以准时下班，我可以。虽然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呵，啊哈！我妈等一下一定说我在鬼叫什么。我看起来像个无助的小朋友，我看起来超像一个无助的小朋友。现在救救我 ！Oh yes， 完！吐！啊！说好的三 combo， combo 呢？断 combo， 断 combo， 为什么接不起来？一定是因为今天太冷，开始找借口。三颗了，再一颗这个就。就可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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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怎么痛？砸到自己。哎！球刚飞出去，越来越嗨，主播对不起，我睡饱啦，因为我开播前睡饱啦。大家早安，不要玩，对不起，才十二点，不，等一下，等一下，不行，来，第一名，我刚刚没有念第一名，第一名是巨伟，谢谢巨伟，等一下。巨伟，我等一下，巨伟是我认识的人吗？还是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你以后要常来看我。巨伟是我今天第一天认识你。哈基妈妈 ，stay， let's go。妈的，台主现在在插白板。好，精神那么好，等一下几点才睡觉？我还没开工啊，学生，我的话给本王好啊。第三名是本神探，本神探送给本王。本王，你要我画什么？请点图。博，我很强，什么画博？画一颗本丸，画一颗本丸呗，画一颗本丸。等一下啊，移一下这个，这样你们才看得到。画一颗好吃的本丸，好吃的本丸，变得好吃吧，要有海苔。才会是好吃的本丸。好吃的本丸，出
好害怕。可是这样画不了内线呢、欸，我想画内线。我想要有梅波西的那种，梅波西，梅波西。本丸，这样吗？画一颗好吃的本丸，喜欢鲑鱼味的，鲑鱼味要用这个，感觉有点好吃，对吧？鲑鱼口味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会加一点点颜色。我超喜欢吃鲑鱼，我跟你们说过吗？我超级无敌喜欢吃鲑鱼，我就是那种去吃把费还吃什么，然后狂拿鲑鱼，猛拿鲑鱼的那种，好吃。加一颗酸梅吗？加一颗酸梅，酸梅感觉就是颜色比较不平均这样。然后有点凹凹凸凸的，这是酸梅，感觉很好吃。酸梅饭团，乌梅波西，乌梅波西，乌梅波西，送给宝宝。为什么酸梅在外面？因为画不进去，它在里面。我写一下，在里面。在里面，本丸，噔噔噔，谢谢本丸。当你上，音乐唱，谢谢本丸。我觉得这名字念起来超气势。请问你要我画什么呢？不客气，本丸，以后常来玩呀。虽然我每次都很自我的在做自己的事，然后现在就很自我的在疯狂擦白板。好好说话，你说撞衫撞衫菜呀，嗯，很有气势吗？硬撑了两趴了。小猪晚安。我等一下，我的卫生纸差点飞出去。要常来玩啊，大家！这样感觉像阿妈在说话，什么在打给爹爹来来爹来送。双马尾盘，慢一点擦，不行，我要快速的擦白板。双马尾拍，我今天是妹妹头哎、欸，我想想看，我今天是妹妹头，你们看得到吗？我现在画，呆毛不可以少，然后这边画那个头发的分界线。感觉阿潘的那个双马尾都会往外翘一点点。然后这边都会有很厚的两撮须须，就是阿潘。然后下巴很尖，谢谢。不然每次都，你们都每次都说我下巴画不够尖，我只好把自己的下巴画的尖一点。然后下面都会翘几根呆毛，我要看自己的脸，超好笑。
画一下今天的衣服。今天是穿大学 T。拖什么东西啊？这是呆毛哦，我的呆毛画到双马尾上了，笑死！直接看不出来是呆毛。借鞋，我要写他的名字。这个是，那我。撞衫蔡雅恩，撞衫叉叉，撞衫衣服的撞衫的衫是这样子写吗？哇，写错字了，撞衫写不下雅恩了，怎么办？蔡雅恩，写在这边好了。蔡雅恩，好了，双马尾拍，谢谢撞衫蔡雅恩，呀、yeah。耶耶耶耶！你喜欢就好耶、yeah ！以后常来玩哦。那么，嗨，再好一位。这位巨维，请问巨维希望我画一些什么啊？我刚那个什么电池掉下去，吓死我了，吓死宝宝了。这是老梗对不对？哎呦，吓死潘潘了。请问巨维希望我画些什么呢？哎呦，我觉得擦白板好像也要有那个。就是要一条一条的擦，才会擦得干净的感觉。可是感觉要擦好用力哦。哎呦，等我一下，我把白板擦干净。不然画会脏脏的。话说大家有去玩过那个拳击机吗？就是测力量的那个东西。我一直很想玩玩看，我都没有玩过。我改天去玩了，然后再跟你们讲阿潘的力量值。超像，但听起来像那个就是什么游戏角色那个战斗值一样。可以指定阿潘画一个图哦。快停一下，为什么才一堆核弹？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说我机会几乎每次直播都有到，真的？还是我不记得名字 ？Hello， 人平均。我的是均落在330到350，那我没出过30盒，只是来丢礼物，是吗？那巨
巨尾不出声，那怎么办呢？我想想看，巨尾不出声，还是我就是画个画。如果巨尾不喜欢，就是不太擅长说话的话，那我没关系，那就是我还是会画一张图送给你哦，我还是会画一张图送给你，没关系的。那我写写看我要画什么，大家觉得我要画什么？画个我想画的吗？画个我想画的。画下今天的心情。我先想看，现在心中想的，想象的他，想象的巨尾，想象的巨尾，想啊，阿潘。先画个想象的，再想事情的阿盘。我知道了，一定就是这样。巨尾，这是苦恼的阿潘，这是思想打结的阿潘，只想得到把尾写得很大。这样的重点是把尾这个字写得很大，叫做巨尾。还是不对，应该是 huge， 应该不是 max 是。应该写 huge 怎么拼？ huge 是这样拼吗？是吗？我有拼错吗？哈哈 ，huge， 谢谢巨文，巨文。虽然可能巨尾只能挂听，但还是很爱你，所以要常来玩。希望阿潘一直唱歌，没有吵到你。希望阿潘砸家里没有吓到你。如果你是挂听的朋友，希望我没有吓到你。那么最后要跟你们说。明天就要开工了，虽然还没开学，我开学是很久以后的事。祝开工的大家开工大吉，祝大家今年事业顺利，大家都赚大钱，大家加油！阿潘也会努力，大概吧，大概我会努力把新年期间拍的很多奇怪的照片po上去的。然后大家记得去上班的时候也要记得勤洗手，还要戴口罩，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太累。好的，我现在就是戴口罩。大家注意身体健康，这几天温度还是会很低，阿潘关心您。
那么最后默默的摆个可爱的表情，疗愈票啊。我们2月1号见，2月1号台中见。阿潘注意健康，虽然阿潘都会熬夜玩游戏，但不要在意这种小细节。我等一下去下播之后就去吃洋芋片。大家晚安，2月1号见，2月1号。不要熬夜，快推荐我一些可以让我熬夜的番，没有来开玩笑，快推荐我一些动画，我最近很缺动画，好看的动画，大家拜拜。我按不到层层。拜拜。